Hello YouTube， 我係李 Sir。 好，呢條片咧就係講中四第七課 example 7-4啊，係7 A 練習嘅18-19題啦，可以做到。其實唔止18-19嘅，不過即係呢度就寫兩條啫，咁你可以用呢個概念做其他都得嘅。咁啊，題目就咦有一個咁嘅火開方喎，咁我首先學咗咩叫開方先？呢、這個又有個三喺前面，係咩嚟嘅咧？如果大家上堂咧都有聽到我講咧，其實開方根咧。我哋可以變咗，因為處理 index 啊嘛，要正指數啊，呢度唔講啦。呢、這個咧其實可以變咗啲 index， 變咗咩啊？呢度咁樣嘅意思，即係二分一嘅意思。如果呢度多個三字嘅，就即係咩啊？就即係三分一嘅意思。OK， 如果係四字嘅，咁照推理都明啦，四分一嘅意思。五字嘅，咁啊五分一嘅意思啦。OK， 咁會唔會有小數㗎？會唔會呢個係份數㗎？唔會嘅。唔會嘅，一定係整數嚟嘅。會唔會負數噶？都唔會嘅，都唔會嘅。我哋唔會咁寫，全部都係正數嚟嘅。咁啊，如此類推咁啊寫落去啦。咁你明曬啦。好，咁即係話咧，呢度係咩意思啊？呢度咪即係 A 三次方括弧嘅二分一嘅意思咯。咁其實我哋可以跳咗呢步嘅喎，因為我知道一定係擺份母噶啦，係咪啊？一定擺份母噶啦。一係因為裏邊即係二分一，咁所以有三喺度，其實可以直接就寫到。呢、這個如果寫啊，直接可以寫到三好分二啊，咁即係我可以直接喺呢度就做啦。呢、這個三其實咪三分一咯，咁我抌落去嘅時候，呢、這個分子係咪呢個分母，咁就可以變成 A 嘅5/3啦，得嘛？咁我可以省略咗呢步唔寫，咁以後你就可以知道呢、這個總之擺份母啊，呃落個份母就掂曬噶啦。sorry， 呢個二分一，呢個二分一呃落個份母就掂曬啦。OK， 咁所以就係咁啦。咁啊，兩個指數點啊？咁啊，指數又係啦 ，A m 次 over A 嘅 n 次，咪就係 A 嘅 m 減 n 咯。嗱，呢個咧係唔需要睇大細嘅喎，總之上減下，上減下，因為我呢度咧未必咁容易睇到邊個大邊個細嘅分數，總之上減下，減完先算，減完先算，得唔得？咁減完先算，咪即係 A 嘅三 over 二次減五 over 三次咯，係咪？我分唔到大細啊嘛。係嘛？咁啊，撳機啦，三 over 二減五 over 三等於，我一 over 六，咁即係負嘅一 over 六 ，A 嘅負一 over 六 ，OK， 一負一 over 六。咁答案要係正指數嘛？咁所以答案咧要用翻我哋呢個技巧啦。A 嘅負 n 次就一 over A 嘅 n 次啦，或者一 over A 嘅負 n 次就係等於 A 嘅 n 次啦。咁而家我哋呢個係分子啊嘛，所以抌落份母。答案就是一 over A 嘅一 over 六次，記住冇咗個負啦嚇，抌落去。答案就係咁啦 ，OK？ 咁啊，無論係分數又好，係整數都好，其實個指數定律都係咁用嘅啫，得唔得？咁短片就到呢度。